都会乐游多功能包，好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怡，很高兴在我们立功堂最新的这本书呢，里面有我的作品哦。那里面呢有我的都会多功能乐游包，它是一个非常可以多方向可以使用的一个后背包，它可以像这样横向，可以做手提的。可以做直向的手提，或者是也可以像我身上的这一款，它也可以做后背。那本身呢，它是用最新款的次子布料。那次子布料你可以看到它会有这种明暗度，所以我们会用它本身布料的特色来搭配它，让它口袋会有一些变化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乐游包，它是直向、横向都可以用。除了它这边我们口袋，你可以看它可以放非常多的东西。像它这边如果是横向的话，它有一个口袋。那如果是做纸箱背的话，那这样拿取也都非常的方便。那在我们前方呢，有做一个这样子的大口袋。那像我们通勤族最常用，就是会有一个资料夹或者是电脑，所以它的容量非常大哦。看一下，有大款的资料夹，它都可以做装放。它里面呢，它有一个这个夹侧，我们可以放我们一般最常用的电脑。所以它本身呢，如果是这样带款，它是非常的轻盈。在这一款我们最新的书里面呢，都有会有做详细的介绍。那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生活馆可以来做我们的选购。在我们的生活馆呢，会有做我们最新的签书会的活动。那欢迎大家到时候会见喽，拜拜。